你一在画画，那个是什么？盖一张，你盖一个什么图案的？红色的。红色小熊图案啊！哇，你这里有好多蜡笔啊！我也来帮你画。我用黑色点的。噔噔噔噔，我要把这个圈圈画成绿好。色。画一个这个色，我用这个色，你用哪一个色？这个，那个是皮肤色啊。用这个怎么好像不可以画？那你也可以用这个跟这个。我有蓝色耶。你怎样接受？快要听见我们唱，嘻嘻嘻嘻嘻嘻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全国上下的人注意啦！你后面还有很多个耶。为什么这里也有，然后这里也有？那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是我找到。这里还有很多，那这个是我的啊，这是爸爸的铅笔，我来画一个这个，画一个这种形状，你看我画一个这个形状。好。画得很黑耶。全国上下的人注意啦！当当当当下，当当当下，当当当当下。我们一起画画，画这个蜡笔，前头一起出发啦！火星是红色，月亮是蓝色，意义是幻想。爱你的心好，来跳舞吧，有个小提琴舞动。